共有什么问题要改善？那就是很多人不爱运动，然后导致就是。那你自己喜欢运动吗？不喜欢。所以你就想要改变这个问题？对。那请问你想到的方法是？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电脑，所以学了运动习惯的话。有老师教你吗？有。哦，还是说你都是自己去学？那剩下的嘞？剩下的就是自己测试看看。那你有遇到什么困难？就计时的时候用手机记不住。那最后怎么克服？想办法克服。比方说，用自己的直觉。所以你遇到问题怎么解决？就是跟老师间的时候会这样。看不懂的，然后再问老师。那你觉得整个行动有什么可以再更好的地方？